啊，那三证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嘿，都、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。我今日休学伫遮，会通甲各位证人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讲哦，保证讲啊，确实哦，神佛拢唔捌骗啦，拢是啥？咱伫骗神佛啊，嘿，啊，天顶确实就有这种戒律啊，有一个天，啊，天顶的殊胜吼，确实足重庄严，啊，神佛确实真慈悲啊，哦，真慈悲啊，大家，咱若有法度，咱啊尽量去修。有法度去度人，咱就尽量去度人。啊，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，可能咱啊，较无法度去度人，免紧。哦，咱尽量咱的脾气啥，咱就爱安怎吞吞的调就对啊。我卖讲时大呢，乌白动脾气，这无明火啊，拢无法度就对安尼，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。哦，啊，今日休学就讲到这。啊，各位在场，敢有人有问题？有无？哈、啊。护命，大家一定要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的那求道登去，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个会向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？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。我在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浮声就对啊啦。你看到迄字就有声，所以休学回去，啊，电文书各位真贤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，啊，不敢当，好，啊，咱拄正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，哦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休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啊，迄个时阵，阮有一个王讲师伊咧开安亲班啊，休学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，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道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就说，啊，马仔要穿整齐服装，哦，穿学校制服，我们来求道，哦，大家要乖乖。啊，学生，大家算完了，真心笑，他就问啊，说，老师，啊，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说，拜仙佛啊。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我们说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都是我们想出来的。哦，正常的仙佛生出什么样子，我们没看过嘛，对吧？我们看不。啊、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叫你啊伶俐着安尼吼，啊就讲啊，只要你吼马仔乖乖的，你就看到仙佛啊，哦，安尼就看到仙佛好。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。啊，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。哦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。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：“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！”哇，哈哈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。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，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。用哇，老师，你敢无看到？哦，迄。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跪伫迄佛道面顶。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。但是迄内底，我咧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一、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。无怪啊！过来，咱请坛了，得爱跪读深情喔，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诶、什么？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应运，弥勒古佛，诶，六个另外一个，唔是都正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诶，比佛道讲，诶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，因为嘿啊，哦，我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。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
也面顶的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爬有无？迄个啊，拄只迄个时间，哦，哎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老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。继续，迄滴板刀的时阵呐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咦、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我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哎、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、啊、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。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。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阮就真心想，我问讲啊，你到底看到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。因为伊看的迄、那个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，愈愈来愈大，愈啊，才一粒头对迄佛出来呢。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的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，就是我们老师啊。咱济公老师啊，讲迄个足吵，啊足吵，老师来咧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四界行，讲咱这土耳啊，安怎的啦，还是讲心情郁卒的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，其实咱拢唔知影，这囡仔讲，囡仔讲啊，我就问啊，讲啊老师手有提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摕一个亏线，但是迄吼亏线，现在用迄个草，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，啪啪啪足大声。欸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起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飘飘飘迄种，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，哎呀，因大家拢有看到，哦，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，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咧，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，确实是有啦，哦，咱讲有神佛。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巧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哦，咱咧有迄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迄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，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这殊胜吼、哦、不得了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。啊，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，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诶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啊，他有闲讲，哦啊，去台北啊，拢无。拢无提钱回来，阿妈唔知影你做啥，安尼啊，所以因都有淡薄仔反对啊，有淡薄仔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，中华这边啊，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回去算中华遮，安那无即阵回来中华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校校呐对台北回来中华，啊，回来中华的时阵，校校就伫佛堂遮甲咱。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等下阮中华啊，有下这个心嘛是袂退啦，我等下遐适当，先等下遐先问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、哦，有下你发现吼、哦，真来会甲师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、哦，咱平常吼、哦，卖去甲师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嗯，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甲上下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哦、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莫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想要要，哎呦，诶，贵诶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着慢慢做，安尼着无好哦。哎呦，啊，等下中华了，啊，着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。就是卡踏车的工业，哦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
几年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，哦啊，所以药学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脱，所以药学就去找这种卡拉车的零件，哇，就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伊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时间就真长，所以有的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。安尼敢无了解？对啊，你互人看，哇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诶面，就变作你，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诶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，对啊，无报酬诶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。哇，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来中华诶时候，小学正开始嘛伫接引道场，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迄种。人讲压价的对，个咧压价吼，啊，落底下讲啊，佛堂点文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，咱家己会好，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啊，全部来接近。啊，来接近，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下把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。做工过，后下出去社会啊呢。虽然讲迄个心也未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断来啊。发挥可能嘛会断来，这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。但是这种诶，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未过了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后下就变作这款诶人。啊，你想讲这款诶人，其实上天同款慈悲。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。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倒去啊，拢倒去啊。啊，结果神父感官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后下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。后下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。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惊准到迄参花路。迄参花路，阮迄边遐拢重划过的吼，我那真大条啦。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阿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段。撸来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个，甲吹个紧绷，啊两只怎烧落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落，弄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个弄落，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尔啦，吼无足久个。有法就搁精神啊！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有法弄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，就牵伊啊，都摆徛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就紧走起啊！哦，肇事逃逸啦！吼，嘿，啊，过来有法就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搁在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些阿都摆啊，啊阿都摆啊嘞，阿都摆搁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，迄上半身啊。躺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呦，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，哇，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。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，啊，这只阿多巴就我的嘞，啊，这个就我嘞，哈哈，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。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，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，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，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，迄是讲要过身啊，哦，迄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，咱遮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，哦，灵魂已经出来。啊，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则出车祸，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！我、哦、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就是讲看到家己疼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花歪起来，
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，爱办道。咱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佫有一个世界伫咧。哦，这点后学即阵就是，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？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在人讲一个，是讲唔是讲死了后，啥物拢无啦？啊，后学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佫真济。嗯，够有啦，够有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阮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啦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嘛，愿嘛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较真重，但是嘞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赶快身软如棉啊！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的嘞。你都破病出车祸，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的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，有咧行，拄到的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，安尼咯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。咱求道，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，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这样讲的，你都唔知影。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，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书给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幸福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，会畅水过啊？会遁地，哎，确实。呵呵有学个怎灵性呢？泪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。有学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一出力，这个灵魂搁走出来，搁走出来。咱家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毋是在沙拉甲加一空啊，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去的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来，未输迄个人，就我生出来，我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后下就讲，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入来搁试看卖，搁出来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，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来啦。哎，所以后下怎搁入来？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。是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被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一种意志，被活起来迄个意志力。有下个我一定被活起来，我一定被徛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有下怎压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了啊压叮当了对啊，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的啊。我几个人都搁戆去啊，搁昏去啊，啊昏去，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，我那接要出门，啊伊从对因兜出来，我看到讲，哎，啊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面顶，哎阿多巴噗噗噗噗噗，甲因兜怎停落？停落，我那接就想讲，哇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甲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，我那接嘛出来则讲啊这都。啊，接个因后生啊，诶，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，对关啊，接个因兜开始找等于。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吼，那个警察来守法啦。啊，结果。因就讲，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它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，
啊，警察讲啊，安尼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会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徛两公里，去看哪只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锋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吼、哦，伫别个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、哦、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。哦啊，唔，迄这种庇佑，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。迄是讲，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。哦，仙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有下断完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规个链啊，了弯弯卡掉。啊，奇怪呢！迄个时阵，佫有通徛两公里呢。所以有阵时候，若要讲这吼、個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，因为吼，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。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东哎，对，这水沟佫飞起来，路中佫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系啊。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黑这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啊，未销案哦。哎呀，迄哪讲残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也是抓到一种等下飙车族，也是超速的，有阵时啊都会找有黑去看卖下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机连工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。过、啊、来就送去病院，其实这大家有黑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！伫病院的时阵，有下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拄系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全夹出来，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，扭出来，啊，有下讲痛甲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唔知你说啥，过来就讲，范先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，怎过去？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，啊，有下可怜啊，我伫遐安尼拽，安尼拽，对遐吊安尼。啊，疼疼到啥物，要动袂调，搁安怎？搁昏去，啊无就吐白泡污啊，搁昏去，咬到嘴个规个嘴即拢流歪歪安尼啊，算讲处理极点啊，真痛苦。哦，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。哦，12点，有法这是时间拢用按，哦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才中昼因休困。哦，哎、啊，电话切暗，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岛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，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，拄好缓的就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缓的安尼切出来，啊，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咧，啊，比咱这个背啊较大啩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，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，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卖这。哦，偌恐怖的对吧？嗯，真恐怖安尼。啊，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透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煞断。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透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壁会断。啊，事实就是断这条。哦，啊！但是虽然这阿妈棍即大家这气管无断哦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，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，医生讲，你那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再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都安怎窒息哇？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，你拄好倒来去。即、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流愈慢。所以讲，你来病院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。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？迄血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。哦，所以有下感觉讲，你。就算讲出车祸嘛，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啊讲，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
哦，爱观察三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来搞啊，你这种沙啊啥拢伫内底，用我才爱清三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哎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呢，你就转去较大间诶。啊，所以迄暗，阮爸爸就伫遐想讲，这应该是这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。哦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清伤一定紧天甲对啊。他有讲清伤，搁等三天会死未死？接过来，决定讲要天外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！所以去暗就转，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，暗啊！医生怎讲？啊，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，无你妈在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？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！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，又发这个头啊，怎落落来，规个落落来，爱血怎就给流落来，流落来又发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，你着啊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，拢无感觉去，爱护士。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阁转来，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贤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正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休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啊，迄个时阵，阮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啊，休学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学生，伊就讲要求桌。啊，甲因讲，我就讲啊，马仔爱穿整齐服装啊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啊，大家要乖乖。哎、啊，学生，大家生完了讲心小意的懵啊，讲老师啊，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他、啊、就开始懵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、啊，哦、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。哦、啊，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、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叫你啊伶俐着安尼吼，啊就讲啊，只要你吼马仔乖乖的，你就看到仙佛啊，哦，安尼就看到仙佛好。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一念落吼。哦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。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：“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！”哇，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约出来啊。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，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。用哇，老师，你敢无看到？哦，迄。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跪伫迄佛道面顶。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。但是迄内底，我咧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一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。无怪啊！过来，咱请坛了，就爱跪读深情喎。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哎什么？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音韵，弥勒古佛。哎，六个另外一个，不是都讲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尔比佛道讲，哎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！因为嘿啊，哦，我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。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
也面顶的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白的有，迄个啊，拄只迄个是这個，哦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老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。继续，迄滴板刀的时阵呐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咦、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就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哎、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、啊、太你无看到，干那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。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。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阮就真心想问讲：啊，你到底看到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。因为伊看的迄个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，愈愈来愈大，愈而且一粒头对迄凸出来呢。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的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，就是我们老师啊。咱济公老师啊，我讲迄个足吵，啊足吵，老师来咧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四界行，我讲咱这土耳啊，安怎的啦，还是讲心情郁卒的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，其实咱拢唔知影，这囡仔讲，囡仔讲啊，我就问啊，讲啊老师手有提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摕一个亏线，但是迄吼亏线，现在用迄个草，稻草啊有无？哦，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，啪啪啪足大声。欸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起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飘飘飘迄种啊，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，哎呀，因大家拢有看到，哦，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，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咧，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，确实是有啦，哦，咱讲有神佛。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巧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仙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哦。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咧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。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这殊胜吼、哦、不得了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要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。啊，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，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啊，他有闲讲，哦啊，去台北啊，拢无。拢无提钱回来，阿妈唔知影你做啥，安尼啊，所以因都有淡薄仔反对啊，有淡薄仔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，中华这边啊，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回去算中华遮，安那无即阵回来中华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校校呐对台北回来中华，啊，回来中华的时阵，校校就伫佛堂遮甲咱。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等下阮中华啊，有下这个心嘛是袂退啦。我等下遐适当，先等下遐先问阮的亲戚朋友安尼。但是吼，有下你发现吼，真来会甲神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嗯，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，甲上下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嗯，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想要要，哎呦，诶，贵诶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着慢慢做，安尼着无好哦。啊，有下等来中华了，啊，着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。就是卡踏车的工业，哦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
几年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，所以游客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脱，所以游客就去找这种卡拉车的零件，就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伊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时间都真长，所以有的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。安尼敢无了解？对啊，你互人看哇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诶面，就变作你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诶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对啊，无报酬诶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。哇，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来中华诶时候，有学正开始嘛，伫接引道场。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一种。人讲压价的对，个咧压价吼，啊，落底下讲啊，佛堂点文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，咱家己会靠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啊，全部来接近。啊，来接近，游客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游客原来算退过道，算讲游客把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游客慢慢因为着。做工过，后啊出去社会啊呢。虽然讲迄个心啊未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断来啊。发挥可能嘛会断来，这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。但是这种诶，即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未过啦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后啊就变作即款诶人。啊，你想讲即款诶人，其实上天共款慈悲。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。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断去啊，拢断去啊。啊，结果神父感官因为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。有遐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。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惊转到迄餐花路。迄餐花路，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，我那真大条啦。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。撸来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甲紧绷，啊两只怎烧融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融，融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个融落，融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尔啦，吼无足久个。有遐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！我徛伫遐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有遐弄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，就牵伊啊，倒摆徛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就紧走起啊！哦，肇事逃逸啦！吼，啊，过来有遐就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搁在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倒摆啊，阿倒摆啊嘞，阿倒摆搁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，迄上半身啊。藏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呦，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，哇，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。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，啊，这只阿多巴就我的咧，啊，这个就我咧，哈哈，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。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，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，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，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，迄是讲要过身啊，哦，迄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，咱遮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，哦，灵魂已经出来了。啊！后下迄个时阵，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只出车祸，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！我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就是讲看到家己疼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花歪起来，
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唔是爱修道爱办道，咱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佫有一个世界伫咧。哦，这点后学即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，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在内讲一个，是讲唔是讲死了后虾米拢无啦？啊，后学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佫真济。嗯，够有啦，够有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、啊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阮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啦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、啊，愿啦、啊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较正当，但是嘞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赶快生软如棉啊！这嘛是一种情形啊。有的嘞。你说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的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，拄到的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。咱求道，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，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即阵讲的，你都唔知影。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，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辛苦。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，会唱水过啊？会遁地？哎，确实。有学个怎灵性呢？泪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。有学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一出力，这个灵魂搁走出来，搁走出来。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毋是迄沙拉甲加一空啊，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去的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来，未输迄个人，就我生出来，我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后下就讲，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入来搁试看卖，搁出力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，这个胸骨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力啦。哎，所以后下怎搁入来？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。是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被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迄种意志被活起来，迄个意志力，有法度，我一定要活起来，我一定要徛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有法怎举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颅啊举叮当的对啊，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的啊。我几个人就搁戆去啊，搁昏去啊，啊昏去，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，我那接要出门，啊伊从对因兜出来，我看到讲，哎、欸，啊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面顶，哎阿多巴噗噗噗噗噗，甲因兜怎停落？停落，我那接就想讲，哇，啊、这是安怎不良少年甲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，我那接嘛出来则讲啊这都。啊，接个因后生啊，嘿，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，对关啊，接个因兜开始找等于。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哦，那个警察来守法啦。啊，结果。因就讲，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它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
啊，警察讲，啊，安尼，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会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骑两公里，去看哪只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锋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吼、哦，伫别个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。啊，唔，迄这种庇佑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，迄是讲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，哦，先锋就甲你庇佑。啊，有法断言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规个链啊了，弯卡掉。啊，奇怪呢，迄个时阵搁有通徛两公里呢。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、個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，因为吼我家己都唔信。我都唔信，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多爱对这水沟佫飞起来，路中佫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系啊，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黑即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，啊未销案哦，系啊，迄若讲参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也是抓到迄种等下飙车族也是超速的。有阵时啊，就会找药去看卖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，既然讲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，过来就送去病院。其实这大家药效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，药效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都系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装夹出来，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，扭出来，啊，药效都痛到精神。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还唔知道你说啥，过来就讲，范先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怎过去了？吼，过来你动手术啦，啊有遐可怜啊，我底下安尼拽安尼拽，对啊吊安尼，啊疼疼到啥，要动袂掉，搁安怎？搁昏去，啊无就吐白泡污啊，搁昏去，夹到嘴个规个嘴即拢流歪歪安尼，算讲处理几点啊，真痛苦，哦，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。哦，十二点，有法这是时间拢用按，哦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啦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差中昼因休困，哦，哎电话切暗，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昼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，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，对只插入，啊对头前只插出来，拄好换的就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。缓的安尼切出来，啊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咧，啊比咱这个背啊较大挂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陷陷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啊啦，哦大家你去想看卖这，哦偌恐怖的对啊，真恐怖安尼，啊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，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，你这嘛足奇怪，透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煞断，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透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壁会断，啊事实就是断这条，哦啊。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哦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，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医生讲，你若是这。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再上来，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！我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都安怎麼窒息哇？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立马晕死！你拄好倒去，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流会较慢，吼愈流愈慢，所以讲你来病医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！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？迄血泡的是袂？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。哦，所以有哈感觉讲，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拄拄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安怎讲？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
哦，爱观察三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来搞啊，你这种沙啊啥拢伫内底，用我才爱清三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哎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呢，你就转去较大间诶。啊，所以迄暗，阮爸爸就伫遐想讲，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，技术无够。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甲对啊。他有讲青伤搁等三天会死未死？接过来，决定讲要天外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迄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迄暗去到阿妈医生跟我讲，啊，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，无你妈在遮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，又发这个头啊，怎落落，规个落落，爱血怎就叫流落。老来休学就未输啥呢？未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。哎，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着马上搁转来。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。像照电工是不是安尼搬过喎？规个人爱换温床啊！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？又发这个头啊，怎落落？规个落落，爱血怎就叫流落？流落又发就未输啥呢？未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。哎，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搁转来。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啦，规个拢血吼，拢血。啊，所以第一天真可怜咧，第一天就足可怜啦。第二天啊，第二天就拜六啊，拜六想讲早时啊，就要动手术，叫做来的是一个。迄、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，啊，这是啥物？叫做实习医生哦，实习医生。啊，伊来就讲啊，范先生歹势，啊，你的医生吼、哦、是因对台北请落来，伊讲那秀团来讲，因外口请的医师，因拢周休二日，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，啊，明仔礼拜你的医生休假去，所以今日无肯甲你动手术，明仔嘛无法度。但是医生有交代，讲爱甲你看你的空嘴，哦，爱甲你清者。结果，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！因为我这阿妈棍原本是用迄纱布盖的，啊，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，其实这是半边，迄空嘴遮大，伊裂开以后，哇，疼！迄血规个拢钻出来吼，咱即大家看布袋戏无？迄头剁掉，迄血毋是乌白飞，迄都未输迄种的，你知道？迄血怎安尼钻出来？血溅吼、哦、三尺，迄规个护士、医生的衫拢。中火啊！扭嘞一听，咱扎力用要安尼规个撑起来喎，血规个拢钻出来。我钻出来，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，伊想讲哇，这个头壳太断做两过，因为确实有伤就对啦。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，应该就是断两过。怎治迄个急救人呐、啊？原本就是迄个加护病房，所以医生啦、啊、护士大家拢围过来啊，六七个都围过来，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，甲你电嘞安尼哦。有够可怜嘞，无死，虾米啊死去？伊迄都直接就甲你灌迄上锁有无？直接甲你灌落，啊！你鼻腔都原本都还阁会输，怎安那直接甲你灌落？哦，迄袂输去，有人揢迄电钻对只甲你钻落，啊，真艰苦。啊，过来伊迄有迄电击器啊，电击器伊迄就是因为伊惊讲你胸胸休克，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。啊，你就听着安尼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啊，唔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正讲，我就想我透烤肉的味安尼，迄是其实应该是无啦，迄就是干那电的声，但是你会听到迄种电的声有无？滴滴啪啪啪啪啪啪，哇！啊，后下就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安尼，啊，有够可怜的。啊，后来医生到见面啊，因就直接看讲，伊说干那血流出来尔，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，
所以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就丢掉丢掉。哦，这算乌龙事件，但是有哈真可怜啊，底下红，那算美术向零低啊。啊，医生就开始换药啊，换药啊，伊就把这肉啦、血啦，规个拢夹出来哦，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，外口洗洗，再佫放入。啊，放入了后，伊就讲哦，反正你这吼、哦，因为惊讲拢黏做伙，我看吼、哦，用迄个棉花，啊，温生理食盐水，甲你吐个开，安尼等下佮袂黏做伙。所以伊就开始听咱的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的，超级大包哦，迄种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等下棉花，也算清洁用的棉花。结果后下阿妈棍遐，伊阁另外拆三包，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拆啊！你去想讲，这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，就是遐大空哦。啊，用料才砍起来，啊砍起来伊就走啊。走啊！又看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壁迄两桶啊，我红红的血两大桶，等于规身躯的血拢换掉去啊！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实习医生走，他等下护士就来，护士就讲：反正你这爱食一挂抗生素吼，甲、袂发炎，啊，伊就摕迄抗生素和药盒啊。我想药盒想讲应该伫吞下落吧，用吞的，吞看卖，吞到哪后转佫吐出来，一疼佫吐出来。哎，护士伫边仔看，讲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啊。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诶，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，所以伊就毋知影。我想讲哦，确实哦，咱人若衰嘿，哦，呵呵啊，都虾米拢来的对啊，啊可怜。好，啊护士就讲啊，安尼我甲你抹做粉，你用啉诶，安尼看看嘛，啉会较舒服哦，啊，就用啉诶好。啉落同款，甲只人尿尿都阁吐出来，啊，阁有血，阁有痰啊，拢黄色的。啊，护士讲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无你摕互你棉花棒，你用温的温嘴唇，安尼慢慢啊食好。迄一杯啊，囝尔，细细杯啊，啊，许较温安尼吼，安尼温的来食吼，差不多要温两点钟啊。迄细杯啊，囝有无？阁无满哦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安尼尔，一杯啊，囝爱温两点钟。迄第一杯温到要干的时阵啊，迄护士阁摕一杯来讲，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。两点钟还吃一块继续运，吼、哦，有够可怜的对吧？哦，真可怜。拜六礼拜，哎、啊，换药啊，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，伊就来给你看者。第一拜是咪迄棉花给你撑着？啊，第二拜换药啊嘞，要扭开把迄个棉花夹夹出来。我、哦、迄我那真疼，因为咱后边内底拢规个拢血啊，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盒的表情啊。你啊插来药盒无感觉，伊就夹出来，可能无夹到吧。那插了以后，迄个表示安怎？插掉啊，伊就哦，佫抽起来，啊，才佫夹出。所以有阵时是足可怜的，对啊。那你个时阵，拢家己个信心拢会动摇，讲哦，啊，是安怎泰国伫受这种苦，是安怎后学伫受这种苦。哦，有阵时也这种想法啦。后来咱就想讲啊，明仔就应动手术啦，佫忍者。啊，拜一，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。结果。拜医生一来，哎，阿幺阁是同款是学生囡啊，啊是安怎阁是学生囡啊？伊讲啊，歹势，你迄个台大的教授啊，台大的教授啦，所以咧，然后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，叫做教师节，补假一天哦。啊，那无法度，那无代无志嘛是同款签三工去。原本就是想讲，伫阮遐，伊讲爱观察三工，你会惊你唔只转来上好的，转来上好的，甲你签三工。啊，是安怎共款转来上好，佮你签三工，业力啊，业力啊，该行的啦，就是要互你受苦啦，要互你艰苦，毋是互你大病，无就互你死去啊。哦，所以这业力现前，有法去的时阵，哦，真正可怜。啊，从迄天过来拜一，佮共款拢换药啦，共款拢痛苦。佮迄天的中道有法在底下咧想讲，咦，我有求过道呢，我是道亲。有哈才想起来，因为巴肚枵，想讲我有食菜，才想起来讲我是道亲。啊，想起来道亲，咱道亲上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啥？三宝，嘿啊！所以有哈迄个时阵，才底下想讲啊，我是道亲啊，我有伫道场修道办道呢。啊，修道办道太过受着这尼啊可怕的痛苦，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啦。所以有哈在底下想讲啊，那是我欠恁的。我就全部拢行恁啦，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福德啦，讲有功德我拢给恁啦，安尼啦，啊求恁帮我刷安尼。
迄我安尼想的时候，我也想起来讲啊，对，咱基督徒有第三宝。我那底下想讲啊，等下医生若来，我要来用三宝。啊，各位知呢？咱三宝会记得阿未？会阿未啊？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。哎呀，安怎拄着你阁清楚才有效啊？哦，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，留啊复习，无你正刚拄着你都遐青惊，你都啥物袂记得啊？你要安怎用三宝？无法度。所以平常都爱留啊，复习三宝，大概拢爱去复习。那班导，咱有人咧讲三宝，大概去听。哦，那听久，咱家己才会通啊。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，正刚要用用袂出来，敢那惊都忘记啊。哦，像遐即阵讲会拢无遵守啊，哎，拄着讲会才有遵守。哦，这有话还强调啊！哦，啊，过来，伊就开始迄、那个等一下，中道要换药啊，医生就过来啊，啊来，伊就伫边啊伫等啊，伊伫等讲哦，药客原本那听到声，我拢会紧张紧去揪个边啊踢啊，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揪嘛，所以药客就手棒软软，爱手白掉呀，啊药客就啊好，啊无就来用三宝。啊，过一阵呢，你看。有法用三宝，甲无用三宝，啊！医生来换药啊，恁感觉啊？安尼有差啊？无差？哈！啊，会听啊？袂听？哈！恁可能拢听过啊。较早有人讲拢袂听，我讲拢袂听啊！无你来扫弦，我来拍，看你会听。同款会听啦。咱这个三，咱的三宝，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，上主要是予咱一个解脱的方法，叫做超生了死。伫印证讲，咱人有一个灵性，咱有一个灵魂呐、啊。印证这件代志，唔是讲哦，我第三步用落，啥物拢未听，用落出车祸、车弄、车歹，我无代志，无啦。唔是迄个方法，迄是干怎？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、假主人安尼啦。哦，有一个肉体是假，有一个灵性是真。所以后下就用三步，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。进前伊换药啊吼，迄花龙草只大桶规桶杀出，啊，即摆药啊换了嘞，迄桶迄规桶无花啊，一寡尔，药啊看可能差有一杯啊，啊当然那就差足济啊，迄医生就伫问啊，讲，哎，范先生你都不会痛哦，你拢袂痛是无？我嘛无看你嗨，因为进前拢会嗨啊，啊无就一直出来对啊抓，啊即摆换药啊拢无抓，那拢袂痛。啊，有法无法度讲话，我用写，我听当然嘛是会听，哦，痛是当然会痛，但是我无去忍，无去出来甲伊拼，我接受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反正足痛，正常就是一直出力嘛，一直出力。啊，即阵呢，出力痛在嘞，知影讲啊，这假放掉，痛嘛是同款的痛，迄唔是讲哦，你都有法度安尼扎嘞，拢无差安尼，无法度啦。就是讲有阵时痛啊，哦，扎力在嘞，啊，但是嘞，咱就马上想着讲啊，这个肉体是假。啊，就搁放落，啊，咱都有差啦，差别就伫遮，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。咱若有救过到拄着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安怎，哦，会使放下。啊，所以你看迄换药啊，都差真济啊。你身躯你看，原本流啊济血，结果流一寡血，这就差足济啊。医生家己就知影，知影讲哦，安尼你这即摆无共款，唔知倒位无共，哦，伊唔知影，因为无求到伊就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咱若有救到，咱拢知影。哦，啊，恭喜大家后摆啊，希望恁拢无机会用对吧？哦，啊，那有当然就是，咱有这个有较解脱就对啊啦。哦，有学算是听过来的人甲恁讲，那恁免听，后摆恁就用用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就只好迄天嘛是拜一嘛是拢继续换药啊，等拜二，拜二再去医生来，啊，就怎手术了就，就 OK 啦。伊算早时啊八点有学就第一位入去手术。啊，一直动手术，动到下晡点半才出来。哦，迄手术伫遐疼啊，有遐阿妈棍只疼，252针。哦，252针。啊，过来，伊只纤维手术吼、哦，是规身躯的，伊甲只身躯只皮甲肉揪开啊，揪开啊，去后壁只针吧。哦，啊，心脏只大只针血管，啊，尻川背只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只。哦，啊，皮嘛是同款针后壁来补头前的。所以啊，有哈阿妈棍子大家的手术，这是真复杂哦。啊，迄不是讲像安尼看的，所以伊规个手术几点钟，差不多5-6点钟有嘞哦。哦，啊5-6点钟了，伊个搁伫个有个全身麻醉嘛，所以伊个爱伫观察房看你肉下退了有完全无，差不多到4-5点才回来病房。啊，即个
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。啊，普通病房有遐个四楼吼，啊，四楼听就底下想讲无死吼，好卡在。啊，咱若倒亲，你若讲动手术，还是讲出车祸无死，大部分那有滴接应到场，拢知影讲咱爱谢恩呐，咱爱感恩呐。所以有遐个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跪伫门上顶，我就是遐讲。啊，感谢咱老师主笔，感谢老母娘主笔哦，一百叩首，啊，都用想啊，一二三啊，想我袂到一半，我困去吼，迄就是休学迄个时阵精神无够啦，气力无够，所以咱即阵咱啊，晚现象一到一百有法度啊无？有啦吼，恭喜大家，安尼要够法度，表示够仔仔啊，休学迄个时阵连安尼都无法度，啊，困一阵啊，啊，都有人伫摇我文床啊，伊就讲，嘿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伊讲国语啊，伊讲起来起来起来，啊，后下就起来啊，起来，伊讲你来，我了爬起来，我行过来，行过来，行到伊头前，后下就有一个感觉讲，哎呦，这个唔是人，是安怎讲唔是人？因为吼，伊行到遐，后下行到伊头前，差不多一公尺的时阵，后下发现讲，伊周围有一个光，迄暗时啊，差不多六点嘛，所以讲外病院原本就暗暗嘛，啊，佮外口嘛暗嘛。所以暗暗，但是行到伊家都光起来，伊个胸区即大只有一个佛光，差不多一公尺半到三公尺安尼。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，佛光。咱在座咱点完书，就算讲头壳佫较光，迄暗时啊嘛袂讲，有一个佛光甲你围个有无？可能有啦，咱看无啦吼。咱这后学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。啊，但是咧，后学迄个时阵去，哎，哇，神翁，即个神佛来安尼。这有一个佛光，有他就知影讲，哦，这胖唔是人，这个、应该是神佛，因为这那是鬼吼，应该起鸡毛皮，所以有他想讲，这应该是神佛。啊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啊？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要去无？啊，有他就讲，我要，嘿，我要去。伊讲要去，你抱好。啊，伊讲的时阵，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，神佛来报佛好有无？讲伊是某某神佛，咱才知影伊是像嘛。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像，后下就知影讲哦，这南极老仙哦，南极老仙哦，伊无讲哦，啊后下就知影，是安怎会知影？后下讲人讲这过去世，后下要甲神翁有缘哦。那像秘书讲，咱即阵登一处，啊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，你就知影讲这大个登来，二个登来，马边底下报备讲，我是大儿子，我现在要进门了哦，免啦，免报备啊。因为作熟的，你就知影伊这是恁后生，还是讲这陌生人，咱就知影清清楚楚。因为较早的缘嘛，对不？所以神翁伊无讲伊是像，但是后下就知影讲这神翁，啊，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后下要甲神翁有一段缘。啊，神翁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，后下就好啊，啊，就抱好啊，后下抱作案啊。因为我想讲，等你胖吼，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？哦，应该是安尼。这个不是神龙，是当直接对他们都给冲出来，哈、哦！仙佛、妙法跟咱无同款，伊大鬼拢会用出来。叫一出来，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，结果对这头都差真济啊！所以就出来我就惊到啊，惊到就想讲哇，安尼唔是吓死死老呢？开玩笑，死老自杀会死哦，系啊！所以哇出去就会惊，目睭就磕掉的，所以无看到，但是。神翁迄话呐，算慈悲啦，伊就背起来，伊嘛，甲你安尼，互你坐掉，伊就安尼，知影你阁抱会掉，伊就无管你，就背起来。啊，你背得足紧诶，所以过一阵咱有个人讲腾云驾雾哦，哦，做神佛后摆来腾云驾雾，哦，哦，迄介艰苦，毋好去腾云驾雾，因为迄速度伤紧哩啦，迄紧到哪啥呢？迄有遐个目屎啊，流袂离啊，一直用背安尼。因为速度足紧诶，啊风足透诶啊，啊过来咧，伊你安尼速度飞过来，风袂输那刀啊安尼，甲你刮刮你诶肉，你会疼呢，会疼，爱疼过来咧，空气输袂着啊，我飞伤紧，输无空气，输无空气，你又感觉哦，心脏愈来愈无力，原本伫胸口啊，慢慢怎跳出来，哦，心脏对袂着啊，啊对袂着，我就伫遐想讲啊，神龙主笔，我不爱去啊，我不爱去啊，我就手要放。要放的时候，神龙那知影伊那手，安怎刷落来，刷落来，啊，胸腔安尼甲挤的，挤的都有一迄个灵气啊，神龙的气啊，都灌入，啊，灌入这心脏原本就对袂了，啊，都诶，啊，佫对起来呢，啊，
然后跳起来，哇，跳起来就有法度呼吸啊！哦，有法度呼吸就较在才看有，慢慢才看有。哦，看有这云啊，啊，这天哦，慢慢愈来愈光。暗时啊，直播啊，但是愈来就愈光，规个光起来吼，啊，光起来金光闪闪。许发个目睭有法度看真远，啊，但是就金光闪闪。啊，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啊，也有一个楼啊吼，安尼起哩，那差不多嘛是百外台阶啊。啊，徛伫面顶遐有一个牌楼，吼、哦，一个牌啊安尼。啊，先拢就讲到啊，安怎牵许发个手用行，哦，爬过迄个牌楼，啊，许发就伫遐看。迄两边啊，两边拢有神佛徛的。啊，神佛吼，你讲迄古早人啊，现代人看袂出來。伊穿的吼，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，嘛是有咱即阵的秘书手枪啊，是镭射枪嘛是有的。迄看起来都有神就对啊，可见迄神佛吼，迄超越古今就对啊。哦，看袂出来讲迄种的是较早古代还是现在，但是你就知影讲哦，这武将，这武的啦，这武将哦，这。关家，啊，搁较远迄边哦，就看到讲哇，真侪道亲哦，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。可见呢，有诶应该是拢道亲归空，归空伫遐排队，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，伫遐排队。哦，啊无就伫这边只群岛伫遐咧功课拢有啦。啊有诶，啊未领牌啊，伫遐练佛规礼节嘛拢有哦。我伫遐门口伫遐咧，啊有啊，就先拢就开诶，啊就行过啊。我迄我那真样呢。因为你后摆回去吼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人拢伫遐摆，你知道？哦，啊，你免对，你都行入去，哦，迄算，我那算很威风啊，很有威严的对啊啦。啊，行过了后，神龙就问许下讲，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？啊，许下就讲啊，南天门。哦，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笔过讲啊，这是南天门。啊，神龙点头，啊，点头了，许下仲欢喜。我伫欢喜啥？我咧想讲，哦，啊，我来道场嘛无几年，想袂到我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，所以你欢喜这件代志啊。啊，我就跳过去问神龙讲，哎，神龙，啊，咱过南天门唔是爱对三宝，啊，是事实上是后刻的，甲神龙顶讲，哎，神龙，你看我过南天门面对三宝呢，啊，神龙知影，神龙伊就笑笑啊，伊比伊较低啊，啊，后刻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是尖光啦。咱沾了神龙的光啊！迄秘书讲，今日咱要去总统府，拄啊总统开你的手行入去，迄门口的卫兵敢会甲你抓落？袂啦，伊都沾着总统的光啊！所以，想讲后学回去迄届无对三宝，而沾着神龙的光，唔是后学受了好哦，是沾光啊！所以后摆咱回去，哦，较好的情形是沾光啊，就是讲咱对神父有信心，甲你有缘的神父来甲你接等。咱是咪较顺势对嘛？啊，要安怎让神父来甲咱接等？伊发拢会想呢，我即阵已经想通啊。就是讲安怎呢？咱平常定定来佛堂啊，办桌啊啥，是咪定定来神父甲你就捌啦。啊，神父甲你变作好朋友，后摆你回去，伊敢免来甲你迎接，应该爱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甲神父虽然看无，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呐，这缘慢慢啊深。后摆你回去，迄落伫门口遐，啊，这落捌咧，这落进来啊。啊，你若唔捌咧咧，干那求过道，当然就爱，迄佛堂可能都无神父，甲你有熟嘛。这啊，你家己嘛无法度讲，甲多一个神父较有熟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嘛？啊，有下你看吼，不然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，啊，你看你佛堂供大个，哦，你可能后摆回去大部分都即身甲你带回去。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。后开就是南海古佛甲你接引回去啦，大部分拢安尼啦。带个神父甲你有缘嘛，安尼就是伊甲你接回去安尼。啊，后下底下佫继续飞哦，过南天门了佫继续飞。啊，飞经过的所在叫做三官九口啦。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的有个人是去三官九口有无？哦，底下哦，什么官什么官，安怎靠安怎靠？啊，后下唔是去啊，后下。过三关小口，佫较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，功果院就对啊，哦，功果院、功果院有较起遐，还功德池啊，啊，背到遐才停落。啊，先拢停落来，伊就讲到啊，你手放，我就放落来，放落来看，我看哦，你天顶佮咱世间无共款，差别伫倒，你知哦？先拢知影讲登去天顶，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，但是借这个形象，才能显出天上的庄严。天顶啊，甚物款呢？
迄涂骹，涂骹，纯金做的，正讲金啊做的，规个涂骹全部拢金啊。啊，路咧，路是啥物呢？叶啊，白色的叶啊做的，诶路，白色的啊，白色的玉啊，叶啊，我迄实在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迄就讲炸袂当来，那炸会当来吼吼，三四人拢免谈，安尼真㖏，迄就是讲。哦，你去到天顶吼，你若讲爱钱诶，去到遐你就会放下，因为迄都无得比，你知道？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，去到遐啊，迄算上善诶，哦，天顶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富足的对吧？要爱啥拢有。啊，遐在伫遐看，哦，这正手面迄一个壁刀，金光闪闪诶壁刀，我想讲，哇，这是啥物？来甲望看卖啊！啊，走过望，啊一望，哎呦，啊这壁骨软诶，你知道？那别说金啊软小小安尼，望来骨软软。啊，两两有啊，就退退后来看卖啊，这是啥物啊？结果伊个熊熊怎压一只龙落来？迄一只龙的头啊，啊金金的是伊个啥？胸脯啊，因为伤大只，有遐看看无咧。伊个头是压的呢，啊熊熊压落来，有遐第一摆看到龙吼，我讲这怪物，所以有遐就紧走哦。啊，神龙紧走，有怪物来啊！啊，神龙，哎、欸，你卖着惊，卖着惊。伊讲这啊，这是功德树护法的天龙啊。哦，未输咱世间的讲哦，这都是啥神呐、啊？有哦，一种良神有哦，还是讲虎牙良神那种的有哦。啊，底下来讲，伊也不是虎牙，也是龙护法的天龙，正港的龙哦，我足庄严的，我足大只，迄头干那头咱这粒基德公遮大，头鸟、哦，迄粒头鸟就咱基德公遮大，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安尼，哦，干那头咱。记得讲遮大只，你敢会惊？应该是会惊嘿。所以有啊，当然紧走啊。啊，神龙花遮紧停诶。啊，正开始阁无啥敢去诶，因为想讲哇，遮大只。啊，结果神龙讲啊，你卖惊，因咧是神佛啊。哦，咱诶护法神着对啊。用正手柄，即只金色诶，就是看啥呢？咱做好代志，咱立愿啊，立善愿啊，行功了愿有无？出去度人啦、啊，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，这好代志诶，这是。这只金色的龙会甲咱保护、甲咱顾、甲咱看。用倒手柄，许我原本无看到，一比倒手柄，佫背一只青色的龙落。啊，青龙落，用倒手柄这只嘞，是监察咱哦，邪心邪念、恶心恶行、歹心歹念，等于讲啥，做歹啦，哦，做遐无好诶，佫背一只青龙。啊，这两只龙无啥共啊，一只较像狮仔头，一只迄色吼较像酷奇啊。人讲诶，迄种较深一些个，迄看起来足歹，爱目睭啊避开看有哈哦，有哈个呢，原来咱算有做歹嘛，所以一看到对头壳顶诶脸甲骹手底，表示讲哦，迄正气足强诶，对不对？迄鲜活护法神，迄正气足强。啊，神龙讲啊，你敢对我入来，我就行入去。啊，迄、那个门吼，迄原来真奇特呢，迄门，咱世间呢起诶厝拢对头壳起起来，对。天顶的厝吼，你若安尼看，袂输拢对天顶落来。伊个厝吼，迄面顶拢哦，拢足悬的啊，足悬的。咱安尼看，袂输讲哦，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。啊，实际上伊个嘛是对土脚起去，但是咱的感觉袂输哦，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。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共啊。啊，落入去，入去了后，后下才发现讲。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，但是我咧想讲，佫较安怎大嘛，未比外口较大嘛，是不是呢？咱讲基德宫，基德宫真大，啊，基德宫佫较安怎大嘛，未比咱这个门的外口佫较大，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呐、啊，是不是呢？结果后下入去天顶都唔是呢，后下入迄个门，后下一看，哇，啊，这个门太安呢，内底嘛是足大的呢，无量无边的呢啦，无穷无尽的呢，大个。你看无迄个尽头啊，所以天顶是安尼哦。你过一个门，啊，迄都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。迄无共款，甲咱世间无共。咱世间想讲啊，那就差两步咯。等下阁拐应该袂差将，天顶差将。哦，亲近无亲近，绝对无绝对，差足济。你看的物件拢无共款。啊，入来功德池了后吼，迄、哦、就算较亲近的所在，内底真济啥呢？迄位青阳旗的修道人啊，青阳旗的啊，咱知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，迄毛较长有啊，毛较长，你看会出来讲哦，因在拢苦修苦练，嘿，苦修苦练，规身躯拢毛安尼啊，但是迄种的就是较早的修行啦，
啊，过来，佫行啊，神农的主笔讲，咱旧道有烧一张标文，叫做啥物？嘿，量天表。啊，神农主笔讲啊，量就是啥？外口在阴阳相量啦，就是有好发神啦。啊，天叫啥物呢？天棒。咱毋是旧道有一个讲天棒挂号哦，天棒啦、啊。就是讲这个。啊，过来咧，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这张纸。啊，这张其实是足重要的。什么叫做龙天表？就是讲，第这件这张标本要有这种威神力，就是讲所有的诸天神佛要来护法。哦，第一啦，就是这张那要叫做超生了世的龙天表，第一就是要有护法神、诸天护法。第一，第二咧，伊就是要安怎三官大帝那边遐有他报道，有他注册啦，那叫做天榜挂号。要有他去天本挂号啦。第三就是讲，咱世间这张纸内底要有啥一代的名师，咱师尊师表的这个名，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。这三项拢爱包含在内，所以有法度底下哦看，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，伫天顶吼，这个书圣会用分这三项来讲，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护持的对啊啦。啊，入去了后，神农伊就知影，伊就讲啊，我知影你有疑问啊。你的疑问是讲啊，我感觉我办道，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？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，啊，太去拄到这种哦、啊、车祸。伊讲啊，你也了解吼，讲逐项拢是安怎？有前因后果啦。后下这摆出车祸的因果是300年前做落来，三百年前后下是大陆人。啊，大陆人后下，迄世吼，算住伫渔村啊，渔村呐、啊、吼，啊，算讲甲散，差不多10多岁，就想要出来外口去共做工课、趁食。啊，招阮港庄的另外3个人，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。啊，出来了后，你想诶，一个无技术啊，佮无读册的人，你有法度做啥物？敢用做工做工，人迄叫啥？哦，劳动工啦，吼、哦，讲做苦力啦，哦，做迄种劳动的劳力的，啊，就伫遐啊，但是迄趁无啥钱啊，所以只好咧，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，去人抢，去人骗，啊，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，讲接人过河啊，啊那啊，这就敢那一个人、两个人啊，就甲抢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的吼、哦，啊，即世是做工书啦，吼，啊，但是迄世。迄世是偷抢拐骗吼，啊，就怎赚差不多十年了，就想讲啊，赚啊未互掠着，啊无就卖阁做啊，就要转来，啊要转来，当然就爱分啊，分看这十年赚偌济啊，一看哇，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，那就想讲哇，安尼哪有法度装安怎，装修上好啊，所以许个心内底就有迄种，人讲诶，你若看坏财，你就起杀心嘛。所以都雄雄都起来啊！你知道？像你看咱台湾即阵，你讲大乐透，迄我看嘛无，唔是讲虾米好代志。钓大乐透，我看到爱移民，你知道？因为人别人看到，赤目会甲你抬啊！哦，所以同款呢，后下去说就是呢，哇，遮侪钱，我都想要甲抬啊！这是第一嘞，第二嘞，想讲啊，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，因啊，后摆去甲安怎？去甲告啊？我唔得互掠去关。所以这第三件就是安尼，就讲惊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惊气候安怎，加翻盘啦。啊，所以伫转来的时阵，啊，我就惊讲啊，好惊啊，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啦。实际上诶，暗时啊，有黑，迄牌啊内底毋是找藏遐金啊，有黑藏刀啊，啊藏刀啊，啊一出来就刣死两个，哦，阿妈棍紧甲，哦，刣死两个。啊，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，有黑刚刚甲捉着了后。哎，讲个吊倒，吊死伫井啊内底，哦，吊死伫井啊内底。啊，迄世拄啊刣死这三个人。啊，你看啊，讲有个人讲哦，我业力，安尼业障足重诶。后下讲啊，较重可能嘛重未过后下啊，后下刣过三个人，哦，这业力则是重。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，这世你敢无法度修得办到，嘛是会杀你啦。看你卖不卖尔啦，你有你修得用，慢慢啊行啊，同款吼。啊，所以。迄世刣三个人了，我就甲所有的钱安怎，我就拢全部摕倒来阮遐，啊，就变作好野人啊！好野人就过了较好康嘛，啊，就开始会讲起厝啦，
哦，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，还是啥物啥，咱来甲翻修哦。所以大家拢足感谢你啊，你就变作一个好人。但是我看，这好人大部分拢变歹人啦，就是讲好人会变作，哇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，而且变好人嘛。哦，大部分啦，无一定讲绝对啦。所以咱在座其实嘛无啥物好可耻啊。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，但是咱卖过做就是啊嘛。哦，改恶向善就是啊。所以迄世后来就变做怎开始做好代志啊？但是到五十几岁的时阵啊，逐暗困未去啊，日时啊食未落，无食无困啊，当然一直散落啊，一直散落啊。阮迄阵的船长就来问讲啊，你是不是安怎？啊，伊就讲哦，啊，都我都食未落，困未去。伊怎讲啊？安尼我介绍你去找倒来个老和尚，迄、那个和尚吼法力高强，伊会用帮人解决者，我就去找迄个老和尚。啊、老和尚，我问讲啊，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坏代志？我就甲讲啊，较早二十几年前，捌人抢钱啊，佮捌人杀人安尼啦。啊，结果伊就讲啊，安尼你过去世，我们是过去人杀的这个业力，即阵要甲你报啊啦。啊，你爱做功德，甲人超拔，我、哦、安怎做？用啊，就诵经啊，做迄种法会啊，做三场这种诵经的法会。啊，诵经的法会做煞。其实咱心原来阁未安啊，阁去问讲，安尼就拢免行啊嘛。用无，你种诵经这种的吼，就是讲原本讨较够啊，你知道行十万啊，安尼，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，安尼啦，唔是讲总行啊，迄算讲改按耐者咧，安尼卖讨只急。哦，所以诵经嘛是有效，但是咧无法度就近解脱，无法度。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，你捌杀人，你就解脱伊的性命，安尼唔只是有法度就近。你敢那讲台啊？你敢那诵经安尼袂，无法度行就对。啊，所以后来我就问讲，安尼要安怎才能行？伊讲你爱修行啊，你爱念经拜佛才有通解脱。所以后下就开始，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就对啊。哦，啊修道啊后下因为迄世哦有修道的这种福报，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。我拢总即世三百年，甲即世是第七世。后啊，这世算第七世啦，三百年转七世，啊，这世是咱台湾，啊，过来咧，和后啊台迄三个啊，两个台死的迄两个，因咧都万道心较重，结果咧，伫地狱道伫受苦，受三百年的苦，哦，三百年，三百年了，伊就放出来啊，另外话吊死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变作恶鬼啦，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，就对啊啦，变作鬼啊，伫个井啊内底遐执着心较重。哦，三百年要阁无法度轮回，啊，结果因放出来了后，三百年搞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？恁太知，照理讲是安怎呢？伊三百年放出来，伊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，就是讲伊用去转世投胎。但是咧，因为伊这口气放袂落来，伊认为讲三百年前就是去有上好的朋友害，因才受三百年的苦，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。要来讨后下的命，后下的命要先讨掉，因才要安怎，才要去转世投胎啦。所以就开始去讨，转三百年前去我三百年前迄个庄，哦，啊去这个庄了后，过来咧，我讲哦，啊伊就转投胎去换去这庄啊，啊过来个，因个找来这庄，因拢总找几年咧？找十八年，哦，遐冤欠啊，找后下找十八年，才安怎？对大陆找到台湾来，哦，所以各位在内，咱来了解哦，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，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啦，哦，咱这阵不是讲两岸安怎，哦，好像拢互相安尼有一种政治的隔阂，但是伫阴间来看吼，迄是一团和气，你知道，互相拢会通的对吧？炸得三通啊，对吧？所以冤欠的安怎过海来台，都要来讨好哈。在后学十八岁一年，因找到后学就要讨命嘛。结果后学十八岁一年，拄到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。十八岁一年，迄个老和尚是啥呢？就是去落雨天去弄后学门迄个啦。迄、那个，阮迄个学长啊，哦，迄、那个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，伊原来转世投胎来咱道场，安怎做工师？啊，因为咱道场有天命，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。啊。有他这世的报书是啥呢？那不是有阴书有报书吗？报书是啥呢？三百年前迄、那个船长哦，报有他去找老和尚的迄、那个啦，迄、那个船长。
啊，这世就是谁呢？就是那个定刀啊，那个学长。哦，所以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，所以这世才有看。就是因过去世把道后法来求道，这世嘛是同款，叫做因波书啦。所以咱个因波书拢有较早，哦，不是三世，就是七世，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啦，吼、哦。好啊，大家会听无？嗯，我休息看者，无咱搁休困者啊，等下吼，休息尽量讲到五点，咱就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好不好？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。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？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浮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学东西。神龙安尼讲啊，伊讲。啊，原本因就找到你的啊，啊，但是你已经拄到你的音波师，啊，就求道啊，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，对不？有法就带佛堂，因为无想到你吼，求道了竟然佫发心开始去度人，啊，因为有法有伫度人，啊，佫有带佛堂，所以咧，佛法神就对伫有法边啊，就是讲咱神佛就对伫有法个边啊，因为有法看到安尼，哦，这个袂歹安尼，有法就有天就甲讲者，就往佮度安尼嘛，做爱度人。伊讲，因为你定定安尼，啊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，啊神父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所以神父拢一直派佛法神对伫后方个边啊。所以这足重要个呢。咱道场吼，就是讲啥呢？唔是讲哦，我是啥物大神，我是啥物佛祖转世投胎。咱道场无咧讲这，咱道场咧讲啥？讲哦，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？伊愿意去做啥？咱叫做愿力嘛，愿力啦。就是讲看你要做啥。你有去做，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佛就来甲你帮助。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，迄无关系啦。但是咱台湾即阵吼，人讲伫乱就是乱这点。大家拢讲哦，伊是啥物佛祖投胎，伊是啥物人来，啥物人来。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，款这样卖个信，迄种骗人的啦。因为正港的神佛天律来的天顶的这个戒律来的，有一条就是讲袂使讲。你是什么出身呢？你若一讲，就是表示安怎？要回去啊！然后你若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！未使讲就对啊啦！一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！所以啊，安尼一直讲诶，就表示讲啥？啊未死，啊搁一直讲，啊就表示讲这种骗啦！有爱强调这一点，在上天白羊起的戒律内底有这条、但是真侪人搁会安尼讲，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，这是啥物？这有两下就是去考验咱的智慧啦。哦，各位在呢，大家要去分别吼、哦，这内底有一挂差别吼、哦。啊，神翁佫继续讲了呀，伊就讲啊，原本因找着你，就是要安怎要讨你的命。你唔拿一世出车祸死掉去，你后一世吼、哦、头壳会断去，佫后世你佫用吊死，拢总爱三死人啊。有法用注定三世拢会真歹死的对吧？所以若要比惨，有法比各位在呢，拢较惨。但是咧，神龙爷我那主笔讲，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，因为后学伫道场这几年，我那算有淡薄仔诚心啦，所以咧，都互你三世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，安怎，互你现出来，互你感觉得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正讲是天文书对啊，无咱就爱行三世的命呢。结果咧，神龙讲啊，讲，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，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。就算讲我抬伊啊，伊原谅我，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，我拢无受着，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。所以神翁伊嘛主持讲好，安尼阿伯就是安怎，互你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咧难逃。伫病院受三天的痛苦，感觉什么叫做地狱，什么叫做恶鬼道。神翁讲你伫病院啊，每个时辰都差了两点钟就对啊啦。每个时辰拢爱受刀割呐后的这种痛苦，伊来换药，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伊同款啊。用互你知影讲，你若对落入个地狱啊，就是遮尼啊可怜凄惨，一
天要死十二拜呢，一天死十二拜，啊，无期的就对啦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三百年搞，你才有看出来。哦，你看有可能，哦，确实，哦，有那个，干那三天我都挡袂掉。过来，神龙公公，你不管呼吸啦，还是喝水啊，拢袂输去有血对脑后烧到腹肚内底，互你知影。那是堕入恶鬼道啊，那是变作恶鬼啊，变作鬼啊，就是这样可怜，这样凄惨。啊，神龙哥讲，你刚刚伫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，才有看他休困。我讲无啊，我才有休困，我规工从白日文床顶，才有看他休困。因为有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，迄护士会来甲你煮消炎药啊，煮嘞差十外分钟袂痛。我讲嘿，是安怎嘞？伊讲啊，这啊。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，所以让你休息十分钟啊，让你注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。另外，迄报应拢是就是安尼啦，你叫对的就对啦。啊，你去想，让你休困，安尼敢有较爽快？其实无呢。你看哦，你若无休，你就规工拢伫遐苦，你就袂去想啊，你知道？就是有休这十分钟，安尼就大条啊。一天有二十四点钟，一点钟六十分钟。结果拢总一天有偌济，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呢。你规天拢伫遐咧想吼，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，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，袂输那钓人讲的食魔灰同款的呢。确实真可怜呐，有啊，迄个时阵真可怜。哦，啊，过来，神龙安尼讲啊，有啊，才知影讲哦，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，咱平安拢是占着啥，天恩输掉了。哦，你莫想讲哦，安尼范讲师你也出车祸，我还拢未拄着，你这种话干嘛想？哈，拄着有两下，那比我后下更加大条，你要安怎想？对不？所以咱心内底莫想讲，莫去人羡慕讲，哇，怎么范讲师有这种经历？因为我咧讲，我死三工诶，对不？死三工拢总死几回啊？是不是啊？三十六回啊？这真痛苦的代志啊！这不是讲哦，遐尼啊，哦，啊。神龙就讲，因为你伫道场，佮有你修道办，所以啊，互你三世因果，当这三工都安尼行啊。啊，神龙讲叫后下佮对伊行，啊，后下就足感恩的跪落来，甲神龙磕响头，然后对我来，啊，讲咱大家人求道，天顶拢会种一蕊鲜花啊，哦、啊，就是讲，就是莲花安尼，拢会种一蕊花。啊，神龙讲要带后下去看莲花池，啊，我就去看。哦，啊，神龙莲花伫倒位，啊，神龙伫遮，我就看。透花根本就无花，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，袂像咱安尼插一枝一枝安尼。啊，面顶有夹牌啊，啊牌啊面顶就写哦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，当时哦啊过来隐师宝师点传师，过来佛堂，过来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，咱求道的名，过来下骹阁有署名哦，有的是写啥哦写监班院长啦、啊，有的写三啊哦什么像什么日游神啦、啊，有的写道士灵童啦、啊。就是讲，什么神佛写起来啊，拢会写得着。哦，迄面顶拢写个清清楚楚。啊，伊遐在遐看，我就真惊哦。啊，神龙啊，你唔是讲有莲花，他拢无莲花。啊，神龙讲啥呢？伊讲这啊，像这敢那挂牌啊，这吼，就是敢那求过道，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，所以因无了解三宝，无了解自性，无了解灵性，无了解天命，不了解啦，所以无了解，因敢那安怎结缘啦？哦，就是讲用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，哦，超生了时间超一劫尔啦，安尼等于讲结缘啊，无菜去就对啊。哎呦，我看这样那会惊你咋？像我安尼看过，可能我那有几十万人，拢安尼挂牌啊尔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讲，哎呦啊，我讲嘛是干那挂牌啊尔。啊，后下就问先龙讲，先龙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事实上我是问先龙讲，哎，先龙啊，我敢有莲花安尼？但是咱拍摄安尼问，所以我问先龙讲，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先龙知影，伊讲有啦有啦。哎，怎安尼哦？伊个拐杖啊，安尼顶一下吼。后下嘛无惊咯，但是嘞，原本这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安尼，安尼顶一下怎都变啊？规个全部拢啥呢？种莲花，对家一直到天边安尼，哇，全部拢莲花啦，规个拢变作莲花池。我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。啊，先龙怎滴啊？安尼。揢一蕊起来哦，啊，偌大蕊呢？遮大蕊哦呵呵，这是后学的哦，所以各位真的卖去想讲哦，啊，唔知道有遐大蕊无？无啦，哦，安尼遮细蕊安尼啊，啊，先拢揢起来洗，啊，伊就讲洗掉你的分别，哦，啊，还你无分别的智慧啊，
神龙在底下洗啊，洗洗念一段咒语，才开学休学。哎呦，啊，鼻迄种香味吼，鼻落了，人讲诶，虾米个神清气爽，哎，休学感觉讲有这种效用，哎，神清致明啊，整个用落拢清透起来，鼻到迄种香味，整个人拢清透起来啦。啊，所以咱天顶迄种功德水吼，会使解脱业障啊，解脱咱诶无明啊。咱平常做些烦恼啊，做紧张做安怎？天顶的水洗过，你就拢袂惊袂惊吓。啊，后下起迄类花起起片了后，我才发现讲，欸，奇怪呢。进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？是神翁哦，做主辈带我登去天顶嘛，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。片了我才发现讲啊，唔是安尼啦。我原本就做，我就是住伫遮，我原本就天顶的人。我是安怎来咱世间啊？怎袂记哩安尼啦？去袂记咧，先拢洗了，我讲哦，原来我较早就是遮个人。这唔是干那后巷咧，咱各位真现在座所有的人，全部拢对天顶来。哦，后摆咱回去，咱就知影。咱若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，咱去洗咱家己的莲台了，就发现讲哦，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来。啊，后巷底下就看到讲哦，啊，我的莲花遮大蕊。哎，远远安尼看过吼，远远遐有一蕊啊。安怎雄雄悬起来安尼，才有三层楼，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。遐想讲哇不得了，我这安尼啊，迄个一粒山的莲花，哦，这毋知是多个大菩萨。所以遐就哇，一直要走起啊，要去看看这类莲花。啊，伫个水啦，迄莲花池啊，遐打落那沉落，你知道？啊，沉落，正开始会紧张啊，想讲哇，毋知淹死哦。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，伊就讲啊，讲。啊！你若想要起来，就用起来。哎、啊，我说，哎，安尼哦，啊，就想一个鸟，你刚刚讲一个念头转变，以后就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。啊，安尼甲天边迄边，安尼照你讲，我那真远有哦。你刚刚讲想讲啊，我要去，啊，就到啊。刚刚想讲，我要到，啊，就到啊呢。你安尼一个想，啊，就到啊。免讲像咱遮安尼真久安尼有哦。天顶拢免行哦，你想要到就到啊。哦，我想到，哎，阿都已经到了，我就问神翁，神翁，你帮我看，迄类大类的莲花伫倒位？神翁就伫你的脚底，我伫遐看，哎，差不多面汤啊，遮大。啊，我就讲，啊，神翁这是安怎？啊，神翁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就来。啊，来了后，神翁就比讲，这啊，这类啊，是恁师尊啊，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，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，哦，有遐真欢喜。因为是安怎讲呢？你看到人迄个德性，吼、哦，遮尼啊，吼、哦，遮尼啊威啊！你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個，咱就知影讲，哦，咱的德性足无够。但是你看到老师吼、哦，你就有迄种感觉讲，哦，安尼特懂，对这個、特懂哦，对咱老师吼、哦，第一我做主笔，所以先拢讲啊，伊讲咱的灵性是平等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，大细类差不多啦。老师呢？伊个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，是靠安尼念嘛，嘛无讲偌大。但是差别伫倒，每一个人的德行是无共的，德性无共款啦。就是讲感念力的人无共啦。咱每一个咱求过道的，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。咱所有的大仙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，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。所以，伊若唔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，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。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，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，不是讲哦我修什么就变作九品莲台，不是安尼哦。即阵咱台湾有诶是讲哦，伊诶法门变作九品莲台，啊你这着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，我看迄无妥当，迄可能你骗钱诶。吼，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，看你诶德性，你德性彰显得越大，你诶莲花就愈大类。实际上不是讲莲花大，你诶德性大了。我、啊、这要安怎用印证呢？有法员工，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啦。你看，咱在座敢知影恁阿祖伊的生日还是伊的忌日？阿祖还阁会记得无？阿祖的可能都袂记得啊，阿公可能还阁会记得嘛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唔只讲行袂过三代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子孙啊，阁较牢固，行袂过三代，香火就断去啊啦。虽然有滴甲你拜嘛，唔知影当时爱拜。哎呀，变作公妈去啊，公的跟妈，哦，就是讲阿公阿妈安尼尔啦，是不是啊？对吗？啊，咱讲讲别人的祖先，咱来去甲拜，
有无？拢无晓？有呢，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，我捌拜韩信的祖先。咱老前人我都捌去甲拜，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，讲嘛是安怎咱会甲拜？因为德行庇荫着咱，是毋是啊？咱那个当作咱的祖先共款来拜，是毋是啊？对嘛？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，啊，若有闲嘛是会去釜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，对不？哎，毋是你的祖先，你才来拜。啊，因为伊成就啊，修道成就，所以众生感念伊，同款天顶嘛是同款，看年代就是安尼看嘛。众生感念伊，你的对不？你的德行，你的莲花就大哦。安尼讲有较清楚不？哦，啊，过来神龙，佮叫我后下继续听。正手边有莲花，倒手边嘞仙桃，迄仙桃有大粒有细粒的，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，一间的一半才大粒。迄天顶的仙桃，迄改良种的较大粒。咱这间这大了，你想讲哦，这等于等于这吃三年嘛，吃袂了，这大了哦，真正这大了。迄树啊，那一堆你都看到，哎，奇怪啊，太一粒仙桃这大了。哎呦，我就问仙翁讲，啊仙翁，啊这是安怎？它有莲花，佮有仙桃。啊仙翁讲，莲花代表发心嘛，还是讲立愿呐、乐观呐，哦，叫做发心有莲花啊。但是你要了愿，你要行功，叫啥？一粒果啦，哦，你喺公园果满叫果啦，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房的过程中，伊会看到莲花，佮会看到啥仙桃，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。有个人莲花足大蕊，但是咧，伊个啥，伊个仙桃只细细啊，表示啥？哦，这个足好讲的，愿大果小啦，足好讲还蛮做。哦，等于天顶你就知影讲啊，后摆这可能嘛是安怎，佮袂知啦。啊，有个人虽然讲一条愿，但是也够真大粒。你不要是想哦，这个呢，这个叫做守愿嘛，哦，始终如一有哦。虽然讲干那一条愿，但是伊嘛成就。所以咱你看，咱做真侪代志，拢会使成就。这等下后下再去讲。过来，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榜。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，我拢想讲天榜，我好天榜可能像这乌榜啊，安尼一个乌榜安尼尔。叫当伊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榜是一个所在，啊天榜有偌大呢？哦，比咱台南市搁较大，哦，迄内底有巷有路安尼，比咱台南搁较大啦。叫我伫看，我惊无头，反正迄个比咱台湾搁较大，比咱地球搁较大，迄敢若一个天榜无穷无尽，有够济就对啊。所有修道人，会好做好做歹，拢伫天顶拢记。啊，有通落去啊，啊神龙就讲。啊，这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，我后下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想讲我可能无功德，哎呀，啊，唔知出车祸，结果神龙讲有，你有功德。啊，后下的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，金色的软桥，新民桥啊迄种的有。后摆咱大家等伊看到的拢无同款，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，有的看到啥拜殿啊有，像咱这拜殿有啊，啊有的看到啥，像后下看到这烟啊嘛有啊，还是讲这轿子有。啊，佫有一种表示讲，你若看到这個，表示你公完过半，看到莲台啦，哦，一个莲花有哦，莲花，互你脚徛嘛会使，互你脚坐嘛会使，迄表示你公园过满。大家人修行的程度无同款，当伊看到的无同款。啊，有遐看到的是啥？迄、那个桥啊，啊桥啊面顶有写有遐个名，啊，就入去啊，啊入去内底底下看，哦，一张纸，大张的哦，金光闪闪只大张，啊写标文成就。表文成就，跟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。哦，表文只是变作放大版，大张的。后我就开始编开啊。我面顶写啥呢？古早字，迄刻度文呐、啊，古早的字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吼、哦，看，迄袂晓读册，拢会变会晓读册。是安怎？迄天顶迄字吼、哦，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，所有款的字拢有啦。哦，繁体、简体、古字、篆书、隶书，逐项拢有啦。啊！但是你看这种字，你阁未讲啊？我都无读册，我看无未。伊个字家己会布声，哦，当时伊个字会讲声就对啊。所以外国人当那求道，当时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伊会用伊哦，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当伊天顶拢未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、哦、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。啊，伊个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啦。你看到迄字就有声，所以后下回去，
用意哦，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？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浮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等去会晓看啥古早字啊，篆文甲蝌蚪文，后下看有。啊，面顶就开始，面顶写啥呢？正开始头前遐哦，拢写。道化有功啊，就是当时你去道人啊，你去道人啊，人人来求道，你就道化的功德。啊，过来后边佫现天呢，后边佫写啥？你去道人啊，伊无来求道，但是呢，安尼你就有劝化的功德。所以咱道人有两种功德哦。哦，第一种就是讲，咱去道人伊来求道，叫做道化的功德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你可能较憨慢啊，口才较无好，所以讲道人人拢讲无爱无爱。但是呢，你有去道人就好啊。你有去度人，功德就算你的。哦，在天顶看讲，有来求求道，无来求道，是这个人的缘分啊。啊，有去做，无去做，是咱的功德啦，咱家己会用做的。安尼有了解吧？吼，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了啦。一种就是讲，咱世间看有的，咱有写到的；另外一种，咱拢无注意的，天顶帮咱记。哦，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，天顶会帮咱记。你有法度去度人，你就尽量去度人。哦，免惊讲哦，安尼无结果。你只要去讲讲，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啊啦。过来后边阁有虾米功德呢？后边阁有啥呢？然后写一寡讲哦，咱布施的功德。啊，像讲咱来道场，咱有捐钱啊，还是啥有哦？啊，面顶拢会写哦。有啊，有一摆发挥啊，闭班了，我就再搬完回去啊。啊，等于伫半路怎啊，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，我就讲啊，要搭便车无？啊，就起来怎啊，对山顶路甲山卡，可能几百公尺尔。叫天顶就写哦，哦，带班发挥，啊，你安尼捐偌济钱咧？用写0.2元呐、啊，两角银呐、啊，哦，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的功德，哎、欸，你嘛是啊，就是上天看讲，哇，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，顺风车安尼撸来，再油钱都要两角银，所以咧，就甲你记讲，哦，你捐两角，啊，佫有咧，这捐唔是讲干呐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。有啊，有一摆巴肚枵去买便当，结果回来都啊，阮迄楼下拍一只狗啊，拍地啊。哎呀，想讲哇，这狗啊看起来那枵到要死去啊，啊无甲饲好啊。迄、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？这个有啊，拢袂记咧啊。天顶记啥呢？记迄届我饲一只狗啊，布施50元啦。所以无一定讲爱关了人哦，关了狗啊嘛会使呢。哦，迄天顶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过来，搁有。像较早，后下有伫打工啊，啊一点钟，目睭讲我一点钟赚40元，我来佛堂，因为要来佛堂，所以我要请假2点钟，啊等于我就了80元对无？你了这80元，神父来帮你记，伊会甲你写讲哦，带工哦，你去上研究班啊、哦，你就报死偌济，80元去。哦，就是讲上天，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，爱道场有活动，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？啊，你怎请假？啊，请假是不是你就了？可能了1000元去啊！放心啦，上天就帮你记起来，变作功德财啦，功德财啦。讲哦，你这天你就是等于讲哦，你无去做工课，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，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。咱天顶嘛发1000元的薪水给你，叫你布施1000元，安尼有了解不？哦，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咱后摆若要度人，咱就应人讲啊。啊，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，还是看对吧？看你要赚世间财，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？哎呀，功德财可能看无，但是天顶会帮咱暗记啊。哦，啊，过来还有啥呢？即咱今日开班，咱是咪排烟啊？啊，今日若轮到你调班，你才来排烟啊？这种会变作服务啦，服务啦，这种会算是有一种功德啊，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啦，这算服务尔啦。都轮到你，你一定爱来做，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，所以这算是轮值，这种服务的功德尔。但是有一种功德真大，就是啥？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，但是你提早来，提早来才提早来摆椅啊，提早来整理佛堂，哦，这种功德就大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哦，就是讲，无人叫你爱去做，但是你用主动、自动、自发这种的，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。哦，这种较大，这种的这身份吼，会帮你记起来。啊，有的咱来佛堂啦，今日来做啥，咱就记啥有哦。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，看你记啥，伊就甲你记啥。
所以较早后学，哦，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，因为后学较散啊。我拢会写讲，今日来学堂关偌济，今日做偌济。迄天顶竟然嘛是同款甲你记起的呢，哦，天清清楚楚，可见吼，后学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，但是即阵就相信啦，真讲天顶有。啊无咧，他有法度讲，我直接写啥，天顶就写啥。哦，确实，咱这天地人讲有神明啦，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？确实啦，确实。哦，啊，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？哦，后下你看，拢有功德呢。后下内底讲吼，我有一摆板刀啊，板刀原本后下爱学习打毛巾呐、啊。哦，咱伫门口共交代，叫伊刚困了伤晏，困伤晏，你去到佛堂，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。啊！你都无代志做，我就互人进锁了，怎去？到遮佛堂啊！啊，拄啊楼卡，阮有三个求道人伫遐，啊，无人甲因陪因啊！我就讲啊，卖客气，来来来，食水果，食水果吼、哦！啊，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了呢。我食煞，迄超值讲师就讲啊，咱楼上半道就去哩啊，因三个就去了。后我想讲啊，无代志啊，好啊，啊无水果也食了啊，来等。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去佛堂。第一，无做打毛巾；第二，无陪谈，无半道嘛，无伫后壁。讲咱讲迄只叫做护道，拢无啦。唯一去迄个来佛堂做的就是啥？食水果。干那食水果，尔叫上天记号，哈讲迄摆去佛堂食水果，安尼做得有功德。是安怎讲做得有功德？啊，你拄好无人交代，你敢交代着？哎呀、啊，你都伫遐安尼都有功德。所以咱道场，咱即阵有伫办道，大家成功了愿足简单诶。啊，你伫外口吼、哦，要成功了愿足困难诶。你讲观天幽香好啊，去外口添诶，有诶人诶，凡是伫拜神地诶有无？迄地啊，比赛大只迄种诶。你讲观落去，变做杀生去啊咧。啊，迄观愈侪，毋是杀业愈侪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咱道场无杀，那这个是较好诶。哎呦，我伫遐看哦，即种功德真侪，我着看甲足欢喜。啊！神龙就伫外口伫话讲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啊，后我就伫啊，原本出来头，我看到神龙头拢裂裂啊，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！啊，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，安怎？就仰头啊！你知道？哦，我就想讲，哦，我功德袂少哦，哦，神龙我甲你平起平坐哦，哦，啊，就仰头啊！结果神龙讲，你卖欢喜，你卖欢喜，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？我一看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层楼，啊，神龙这栋。内底样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！哦，你做歹代志，我的好代志是安尼，啊，歹代志是三层楼咧。哦，啊，先讲你嘛去去看，有法就来看。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？一楼内底写的，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有法就讲在就好。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，甲咱乐观有关系，立愿呐、啊，立愿了愿有无？那如果咱有天下来道场，啊，人可能有人出车祸啊，啥，咱要渡人有无？啊，大家有天下讲，啊好，我渡一个，我渡两个，我渡五个有无？啊，你讲我渡五个，你就爱去渡，你若无去渡，这就变成立愿不了。上天在看这种愿力有两种，这种第一种就是写表文的愿力。你若有写表文呢，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，哦，落一条愿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就对啦。上天的派两个护法神给你助道的对啊，啊你若是讲立愿，啊个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的，等于讲咱出口成愿有无？这种的就是讲你嘴到讲的这种愿，变成讲神佛，伊就是讲你要个记得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，甲天上连通的时阵，护法神才会对。啊你若等你这个意念无啊，护法神就走啊。哦，嘛是有差别的对啊，咱讲这个愿力有无？有的人讲啊，我有愿力就好啊，我不一定爱千口有啊，千口我食菜就好啊，我不一定爱落千口愿有啊，迄不一定哦。你若有立千口愿，起码护法神甲你对。但是你若无立千口愿呢，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，迄就无啊。哦，迄无共款就对啊，这种嘛是有差。啊，内底后下看吼，一楼内底立愿不了的狗屋，啊，佮另外一条嘞，另外一条人道位权那个。就是讲，咱人道尽了无好，对家己的爸母要阁恶业啦。来道场虽然讲哦，做尽心的喎，啊，回去就冤家，哦，这种也袂使了哦，天顶你看袂使了哦。所以咱各位真人，咱来道场，回去嘛是爱安怎？啊，做人好媳妇，做人好囝哦。
你别讲哦，来道场叫做讲师回去安怎？吼、哦，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，安尼个用话袂使了哦。哦，咱道是人道哦，天道对人道开始修，所以咱唔管讲你是清修还是啥物，你回去就是爱友好父母。哦，咱道场是安尼，圣法爱兼顾的对啊啦。哦，啊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位权那个。佮另外一点，就是予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。后下伫天顶看到。内底有两条狗，两条狗是啥啥呢？就是讲，因答应后学要来求道，结果无求。就是讲，未记哩，后学未记哩，你知道无？无带因来求道啦。但是伊连讲好好，因要来求道啊，啊后学无带因来，叫天顶怎记啥呢？讲啊，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。哦，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，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呢，也定下下十世。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，才有通来求道。佮另外一个咧，边啊写啥？投胎转世啊，转三十世，伊啊转三十世，佮去做牛做马做人，不管转三十世了，才有通来求道。我有啊，伫遐看看甲卡灵手灵啊，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即个道遮尼啊尊贵啊。啊后来后下病好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，紧来找因嘛，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。啊，去到遐去找伊，无伫哩。因隔壁讲啊，你找伊要创？我讲啊，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。伊讲啊，未赴啊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，出车祸死去啊。另外一个佫去找赵干净死去啊。哎、欸，甲一个大后学一回，一个大后学两回啊。但是咧，天顶看到讲过去啊，你知道？转来才知影讲两个拢过身去啊。啊，过身去，因佫要求到咧，爱等十世甲三十世。一世算三十年就好，啊，十世都要三百年呢。三百年才会拄到一个修道人，哦，这实在无简单。所以咱讲，即阵要办道求道吼，无遐简单呐。我啊，后下伫天顶看的是安尼，甲大家做见证就对啦。啊，过来一楼内底吼，就是拢甲咱办道啦、天命有关系。二楼内底咧，甲咱佛规礼节有关系，哦，咱言行举止、佛规礼节有关系。啊，这部分。哦，因为真济啊，拄好有真贤有帮后学整理一本册，啊，各位真贤若有闲，才去看一本册。啊，后学讲绝对袂使做诶，一部分好，大家就好啊。哦，绝对袂使做有几项，第一项，咱佛堂吼，咱佛堂是弥勒祖师诶佛堂，弥勒祖师上大诶愿力就是讲，不爱杀众生啦，不杀生的对啊，不爱杀生，所以咱来佛堂吼。咱来尽想办法，卖去杀生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咱来佛堂，就算讲要摒扫，迄有迄带啥垃圾啦，有蜘蛛啦，尽量卖甲拍死。扫扫下就好啊，扫出去外口，还是请出去外口。啊，那暗时啊，在佛堂开班班啊，真济点蚊啊香，但是咧塔门吼，你要开一旁啊，卖讲安尼，秘书讲一定要互因死安尼啦，袂使。咱佛堂，这是咱老蜗牛的佛堂，咱。弥勒祖师的佛堂啊，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，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。啊，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？就是讲，天顶你看吼，迄种灵的部分就是讲，你那帮啊，规个人你甲拆散，拆做帮啊，迄就是一个人安尼啦。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，规个甲拆做帮啊的灵魂，看超几万只安尼，就表示讲，几万只帮啊，拄好一个人的灵魂安尼啦。安尼有了解吗？所以咱人叫做全灵，蠓仔叫做残灵嘛，变做幼幼幼啊，安尼尔一挂。啊，伊幼幼啊，伊要安怎才能够变做人？伊要来做长甲即个缘够有哦。你啊，目种规个人可能有一万摆，伊都爱长一万摆了后，才会够变长来长做人就对啊。所以这你看讲天顶你看哦，嘛是真慈悲啦。所以咱哦尽量来佛堂拢卖太哦，安尼唔知做会到无？那有法度咱尽量做。啊，厨房呀，有加抓，有啥物有哦？咱尽量摒清气，都袂有加抓嘛。啊，菜啥该收的该变的变好，哦，卖讲安尼坑对呀，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。好、哦，第一来佛堂卖杀生，第二来佛堂卖讲是非啊，人讲当地话啦，卖人讲，无都无，咱就卖讲，卖讲大概就伫遐，诶、欸，人去点专书讲啥讲啥，人点专书都无讲，拢你讲，哦，这袂使。哦，那讲这個，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。啊，天顶你看讲这种讲是非的人，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？伊就是讲，
那像啊，咱有的人讲讲要讲人歹话，拢哎，我甲你讲，我偷偷甲你讲，你唔好阁甲别人讲哦。哦，是不是拢安尼嘛？但是这个就足好讲的，这个大嘴鼓出来就哇，四界雷啊！你虽然刚才甲伊一个人讲尔，照你讲，刚才算一条尔嘛。结果天顶你看，唔是这个足好宣传的，出来上要不要五百个人知？你这条歌就变成五百条，你刚才讲一句话，啊，就变五百条。哦，所以来佛堂，咱唔好讲人歹话，哦，啊，互相爱，互相勉励啊，哦，咱拢是一母之徒嘛，所以咱若讲啊，什么人做不好，什么人做不好，这定义是安怎？不尊师不重道呢？是安怎讲？咱伫嫌咱老师袂晓教，啊，唔只讲会互相批评，对不？安尼变作不尊师不重道，哦，所以天顶伫看是安尼。啊，佫有一点，佫有一点，就是啥呢？咱来佛堂吼，佛堂唔好。贪占佛堂的功德，什么叫贪占佛堂的功德？困倒定定会做，因为较早有法定定伫厨房，厨房有阵时拢会剩真侪菜有哦，真侪菜大家拢安怎处理？啊，无就大家搬挂都叫关灯去啊，哎，拢无甲点文书讲嘞，这袂使的哦，安尼了解吗？那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，献来佛堂要有大家吃的，就算吃无了。迄嘛爱点文书，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啊，安尼咱都一分真侪侪，大家有法多尽量退转去，安尼都无做过。啊，若无讲，你怎直接讲退这秘书，你偷退佛堂的物件，安尼袂使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啊，佮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，那是讲佛堂有当时有献果，还是献什么物件？迄是人献予佛堂的。咱有当时咱来佛堂，咱拢大主大义就讲转送出去有啊。转送出去要人讲哦，讲者，人讲啊，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，哦啊，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，我安尼唔只无共占着人的功德，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。咱知影真侪道亲，有诶道亲吼，像我真爱民主，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，伊希望讲人会甲报，你知无？咱拢唔知影，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，然后变相考人，安尼无好，变相共考验啦，安尼无好。哦，啊，二楼内底拢是上这啦，富贵礼节啦，哦，啊，到三楼诶，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，愈有就对啊啦，愈关定愈有。啊，起心动念拢写啥呢？咱有阵时想贪想懒啦，啊，要讲害啦，要讲骗啦，天顶拢会记哦，哦，记较详细。啊，有我底下看，看甲讲，哇，真艰苦。诶，原来我嘛是安怎，罪过满身呐，吼。啊，神龙在底下话讲啊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看到神龙，我都唔敢讲话，我都跪落来哭啊！啊，求神龙下罪啊！啊，神龙讲你卖惊，你卖惊，今日和你看到这吼、個，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了啦。啊，神龙讲，伊讲，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，还是你的过也好，哦、啊，即阵你伫道场修道办道，啊，将来啊，功完过完，都一并拢甲你消掉就对了，还你本来的面目。啊，你若十进十退啊，三心两意嘞。你做什么因，你就爱受什么果，就是讲过去世有法要杀人，后世就爱行命。哦，就是讲这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，已经脱过啊。但是后世咧，你若歹修，后世你就爱行，同款意思的对。啊，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，你有一个机缘，哦，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神龙安尼手一杀咧，有法讲慢慢啊，才对天顶落来。啊，落来啊，讲跪伫文昌顶哦。我哭到鬼的这，迄等一下，人讲的鼻涕眼泪哦，流到鬼，鬼的啊，哦，迄可见，后下唔知啊，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了。啊，当初神龙讲三年，后下嘛唔知影，一直到安怎呢？过三年了后，啊，这三年中间啊，一寡道亲知影讲哦，后下出车祸，啊，有一个经验啊，所以有当时也去讲，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了。结果三年一到。拄好咱台中遐正和佛堂，因讲要出一本《仙佛显化》专辑，啊，就找佑学去做。哦，我找佑学讲啊，希望佑学写出来。哎呀，写写诶，结果一直到十月五号迄本才出来。啊，十月五号是虾米日子呢？佑学出院迄天，拄好满三年。迄本出来拄好满三年。哦，这是来神翁神功，后壁才用。啊，过来咧。迄、那个刘君良刘讲师，咱知影《法医崇德》的主编嘛，咱编咱杂志的，伊就进前就先请小学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，啊，就去遐讲，啊，小学就讲啊，先拢当初讲三年一个，
啊，刘讲师伊就甲后学即段话怎编伫后一期个啥？诶，一本《崇德法医崇德月刊》内底，《感应三千》内底，要先甲编入去。但是咱这订吼，咱这订杂志，大家拢是进前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先订讲即期个就对啊，拢先订，唔知啊嘛，大家拢唔知讲即期是啥物内容啊？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，诶，范讲师，足神奇个呢，过去吼，逐个月拢。上济一摆六千本啊，平均差五千几本安尼。用即期几本，你知哦？21,500本。我无代志，加几倍，加四倍出来就对啊。哦，啊伊就讲啊，凡事即就是讲神龙讲的，应该大家记。啊，因为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后学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，甲各位先人分享啊。哦，啊，即就是讲后学，对即个求道、修道、办道。以及出车祸吼，退刀啊，出车祸啊，甲今日诶一场经过就对啊啦，哦啊，嘛是算讲和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，互咱了解讲，咱道场常常你讲哦，有三真呐、啊，三真海位，三真呐、啊，哪三真？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嘿、欸，都、就是这三项是真诶啦。我、哦、今日小学伫遮也能甲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讲哦，保证讲啊，确实。哦，神佛拢唔捌骗啦，拢是啥？咱咧骗神佛啊！嘿，啊，天顶确实就有这种戒律啊，有一个天啊，天顶的殊胜吼，确实足重庄严啊，神佛确实真慈悲啊，哦，真慈悲啊！大家，咱若有法度，咱啊尽量去修；有法度去度人，咱就尽量去度人。啊，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，可能咱啊较无法度去度人，免紧哦，咱尽量咱咧脾气啥，咱就爱安怎吞吞会调就对啊。我卖讲时大呢，乌白动脾气，这无明火啊，拢无法度得着安尼，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。哦，啊，今日后学就讲到这，啊，各位前天敢有人有问题？有无？哈、啊？有命，大家一定爱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用伊哦，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也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学登去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贤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